好，这个 video 我们会 mainly focus on 什么是 prefixes，跟我们怎样去做一个 conversion。首先，什么是 prefixes 的话，prefixes pre 代表在前面，在前面。我们讲我们有一个 unit，我们讲我们有 gram，我们有 gram，这个是 gram。当我放一个 k 下去的时候，它变 kilogram，这个 k 它叫做 prefix，这个 prefix 它叫做 kilo，这 prefix 它叫做 kilo。我们讲从 kg。去 gram，我们乘一千，从 gram 去 kg 除一千，可能以前你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在这边就可以开始解释了，因为 kg 比较大，大去小要乘一千，大去小要乘一千。那么在这边其实 prefixes 有很多，在接下来的这个 video 你们会学到，其实 prefixes 有很多。我们讲有 tera、giga、mega、kilo、hecto、deca、deci、centi、milli、micro、nano、pico。下去的话是从大到小，下去的话是从大到小。我们讲 tera 最大，它的 symbol 是 t，tera 最大的 symbol 是 t，它有十二个零，它有十二个零，这边它有十二个零，写成这样的话十二个零。giga 的话是大 g，这个 symbol 要记起来。giga 的话是大 g，它有九个零，它有九个零。mega 是大 m，它有六个零。它有六个零，and then kilo 是 k，小 k 它有三个零罢了。然后 for hecto 的话是小 h，它有两个零，它有两个零。deca 的话是 da，一个零，一个零。deci 的话是 d，可是看到这个 negative 吗？negative 1代表它也是一个零，它也是一个零，可是它是0.1，它是一个零，可是它是倒反的零，它是0.1。centi 的话是 c，它是 negative 2，代表它有倒反的两个。就是0.01两个零，0.01两个零，milli 的话 -3，0.001三个零，0.001三个零。好，一个一个慢慢来，再 continue 啊。micro 的话，这一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mu，一个 u 一个撇，一个 u 一个撇，我们讲这个是 mu。mu 的话 -6 就是倒反的六个零。一个零，两个零，三个零，四个零，五个零，六个零。nano 的话是 n 小 n，negative 9，倒反的九个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pico 的话小 p，negative 12，倒反的十二个零。然后这十二个这些全部要记起来，它有几个零，它的零在哪里也要记起来，它有几个零，零在哪里它也要记起来。要很清楚，然后我会跟你们讲的是，for negative，你们要记住它有几个零就好，倒反的几个零，倒反的一个零，倒反的两个零，跟倒反的三个零。After 这个，我们就来看一下怎样做 conversion 的。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学 km 去 m 乘一千，为什么 km 去 m 乘一千？OK，现在我们讲回刚才，我们讲 kilo 是三个零，我们讲 kilo 是三个零。然后 kilo 去 mil 东西比较大，kilo 去 meter 比较大，所以我们讲它乘一千，它乘一千大去小，大去小乘一千。然后 meter 去 cm，meter 去 cm，我们讲 cm 是什么？cm 是两个零，可是它是倒反的两个零。cm，cm 是倒反的两个零。当我 meter 去 cm，cm 比较小还是 meter 比较小？cm 比较小，所以我大去小，我大去小的话，我要乘两个零。我大去小的话，我也是写乘两个零。去 milli 的话，cm 去 milli，cm 是两个零，milli 是三个零，三个零，哪一个比较小？哪个比较小？mini 比较小，mini 比较小的话，我去的话，我要乘那个十，我要乘那一个零，所以我乘十，我乘十。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会比较匀一点，会比较匀一点。我们讲大去小的话，我们用乘；大去小的话，我们用乘。那么 km 跟 meter 它们差几个零？它们差三个零，所以我乘三个零。那三个零前面放一个一，叫做一千。meter 去 cm 的话，cm 是两个零，cm 是倒反的两个零，可是我们不要去管它，我们知道它是两个零。cm 比较小，cm 比较小，所以我用乘，我乘两个零乘一百，
cm 去 milli cm 两个零 ，milli 两个零 ，milli 三个零 ，milli 比较小 ，milli 比较小，相差多少？他们相差一个零，所以我诚实，我诚实，因为他们相差一个零。倒返回来，我换一个颜色。假如小去大的话，我们除那个零，我们除那个零 ，meter 去 km。meter 去 km， 我知道 km 比较大 ，kilo 比较大 ，kilo 比较大 ，and then 我就除一千，它有几个零？它有三个零 ，kilo 有三个零，所以我除一千。cm 去 meter，cm 去 meter，cm 比较小 ，meter 比较大，所以我是小去大，小去大我用除。cm 几个零？两个零 ，cm 倒反了两个零。meter 几个零 ？meter 就 meter 没有零，所以我除一百。他们两个相差两个零，我除一百。mini 去 cm，mini mm 去 cm， 我们看一下 mm 三个零 ，cm 是两个零 ，mm 比较小 ，cm 比较大，所以我要除他们相差几个零，他们相差一个零，所以我除十，所以我除十，这整个 idea 再重复一次。dera giga mega kilo hecto deca deci， 在这一边的话。是没有东西，在这一边的话是没有东西，就是没有零，就是没有零。然后再下去的话，再下去的话就是倒反的零，就是倒反的零。哎，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真正的 conversion 了。我们看这一题 ，kilo，kilo， OK。Before 你们做 conversion 的时候 ，make sure 你们要很背到很熟，那 dera giga mega kilo 几个零全部要背到很熟。它为的是它是九个零还是九个倒反的零，你那个都要背到很清楚。不然的话你过后很难做 conversion 的 so 假如你想要先背先你就 pause video 你先去背好背好了才来继续看这个 video 好我们看这一题从 kilo 从 km 去 m km 比较大 kilo 比较大我们讲 kilo 是三个零 kilo 是三个零从大变小我用乘从大变小我用乘乘几个零三个零，所以我得到一千米的，我得到一千米的。再来看呢、啊，再来看呢、啊。BM，B 什么 ？B 是 Bigo，Bigo 几个零 ？Bigo 是十，把我 negative 十二，这个 negative 十二代表它有倒反的十二个零，它有倒反的十二个零。从 BM 去米的的话是小去大。小去大我们用除小去大我们用除那我们讲一个 BM 是等于一除于几个零十二个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除十二个零我得到零点零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 meter 再来一次大去小乘有几个零三个零我乘三个零小去大我用除它有十二个零所以我除十二个零我除十二个零想分辨哪一个大哪一个小假如它是 negative 12代表它是倒反的零倒反的零代表它比较小 normal 的零就 kilo 它是它的写法是十八三十八三看到这个三的话就是说它去右边的三个零去右边的三个零这样的话它就比较大它就比较大我们再继续看下一个 example 我们要从 gram 去 kg gram 去 kg k 代表三个零K 代表三个零 ，kilo kilo， 因为它的三个零是在右边，它不是倒反零，所以 kilo 比较大 ，kg 比较大。这样比较大的话，我这个是小去大，小去大我用除，小去大我用除 ，one gram 是等于一除于一千，这边就写 kg， 一除于一千，这边写 kg， 所以我得到零点零零一 kg， 我得到零点零零一 kg。下一个 example， 一米的去 diameter， 一米的去 diameter， 一米的去 diameter， 它也是小去大，
开始小去他，说我除我用除，说我用除，带了几个零，带了十二个零，带了十二个零，这个十二代表还有十二个零，说因为是小去大，说我要用除，我就写一米的是等于一除于一米的除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说我知道零点。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 ，OK， 所以它十二个零，它十二个零。我们再继续看下一个 example， 零点零零六米的 meter 去 kilometer， 小去大，说我用除，小去大我用除 ，kilo 代表三个零 ，kilo 代表三个零。说我零点零零零零六米的是等于零点零零零零六除于一千 km， 除以一千 km， 一二三，语法零零零零零零六，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这边少一个零 ，km km。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假如是一百 mm 去 cm， 一百 mm 去 cm 就开始有人 confuse 了。当我讲 mm 去 cm，mm 比较大还是 cm 比较大？啊 ，cm 比较大，说这是小去大，这是小去大，小去大我们用除 ，sorry。小去大我们用除，将 mm 几个零 ，mm 是倒反的三个零 ，negative 三还是倒反的三个零 ，cm 是 negative 2还是倒反的两个零，小去大它们相差一个零，它们相差一个零 ，mm， 我知道小去大我要用除，它们相差一个零我就除一个零，我就除一个零，然后这边写 cm， 记得这边一定要写 cm， 这个 cm 很重要，所以我得到十。cm， 我得到十 cm。这个 example 我再讲一次，因为一百 mm 我从 mm 去 cm，mm 倒反了三个零 ，cm 倒反了两个零，它是小去大，我除，它们两个相差几个零，相差一个零，我除一个零，所以我得到十 cm。那么你写 step 的时候，当你开始做乘和除的时候，你这边就应该写 cm 了，这边就应该是写 cm 了，这个要很清楚的知道。像 for 这个 example， OK， 这 example 我 miss 到，这边开始就要写 dm 了，所以我 answer 是 dm， 所以我的 answer 是 dm。再看下一个 example， gram 去 kg，k 几个零，三个零，小去大，小去大我用除， 8200 gram 是等于8200除以1000，这边写 kg。所以我得到 8.2kg， 我得到 8.2kg。 从 dm 去 km， 从 dm 去 km 小去大，小去大，那么 d 什么？ d 是倒反的一个零， d 是倒反的一个零， k 是三个零，倒反的一个零跟三个零相差几个零？相差四个零，二三四，倒反的一个零跟 ok 我写出来，D 是 0.1 K 是1000，它们相差几个零？它们相差四个零，它们相差四个零，然后因为小去大，所以我除，我用除，那么600 DM 小去大用除，因为它们相差四个零，一二三四，然后我这边开始写 KM， 一二三四，所以 0.06km， 0.06 km。假如是 minute 去 second 的话，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minute 去 second， 我们乘六十 ，minute 去 second 乘六十 ，second 去 minute 除六十 ，hour 去 minute 乘六十 ，minute 去 hour，minute 去 hour 除六十，day。去 hour 乘24除24，这个应该是很简单啊，
这个是以前的东西啊，这是以前的东西啊，这边只是 revise 一点点。这样我们讲七分钟，我要变成 second 的话，七乘60秒，所以我得到420秒。second 要去 hour 的话，我要先变成 minute 除以60变成 minute，所以我得出来答案720除以60，我得出来12分钟。这样12分钟我要变成 hour， 我又要除60，我又要除60，所以我得到 0.2 hour， 我得到 0.2 hour。 那么最后两个 example 我们也直接勾出它，500个 second 我要变成 hour 的话，我要变成 hour， 我要先变成 minute， 变成 minute second 去 minute 除60，second 去 minute 除60，我得到25 over 3 minute， 25 over 3除60变成 hour， 所以我得到 0.139 hour， 0.139 hour。 For calculation 的话，在 step 的时候我们会写 fraction， and 在 final answer physics 永远是 decimal。Final answer decimal， 假如 step 的话写 fraction。 好，那么三个小时要去 second 的话，三个小时先变 minute 先，180 minute， 我再从180 minute 变去 second 的话，再乘60 second， 180乘以60，我得到10800 second。这个就是整个 conversion 怎样去做，这个就是整个 conversion 怎样去做。